大家家里有停电吗？我觉得我的困。Hello， 杨世凡。停电到哭，太夸张了吧？有很怕是不是？今天终于有一个正常的时间直播了。Hello， 刚上厕所上到一半停电。我刚刚吃饭吃到一半停电，吃了吃了，我吃了。停了三小时。我刚是吃饭的时候停电，到家的时候就电就回来了。头上的爱心拿掉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啊。感觉我这边好空哦，我家有停电啊，只是回来的时候就回复电了，所以我停电的时候不在家，我在吃饭。我没停电，超奇怪。可能我本身电太多了，走开啊，这个人。夏娜，夏娜要回来了，我的小宝贝。我的电可能比他多一点点。刘海是很好看，我有点想留长了，因为夏天到了会湿湿的，然后就会很不舒服，就会黏住在那个额头上面。夏娜表示眼前的黑不是黑，真的太没礼貌了。黑变更瘦，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是天字什么？这样是吧？这会发热是不是？对。对啊，我在剪片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应该有可能是特效，但是因为我最近又在减肥，所以可能就是真的有稍微的瘦一咪咪吧。对，刘海会变面条。Hello Hello， 在上面一点，上面就那个了一。嘿嘿，有男朋友没有？就只有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然后工具
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去当剪片师。7万，那很好当哎、欸。我在剪学校的，因为我们学校有，我们有一个叫做有个公演叫做春梦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制作的准备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延后了。但是工作还是要做嘛，对。刚刚说话片的时候会开心，对，我会很开心。我今天在路上，然后走一走，然后遇到一个老师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、嘿，你好像变瘦喽。”然后我就谢谢老师，然后走过去，我就问我同学说：“嗯，他是谁？”不好意思啦，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见过他。在剪学校的影片，我剪片真的剪得很好，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啦，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，我也是才刚学而已。以晴是谁？以晴，而且我的头发变超级长，我刚出道的时候。刚出道的时候应该在这边而已吧，在这边，然后现在已经长长很长，长了很长很长。有的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比较疏离杂事。卡卡的吗？应该是没有卡卡的吧？女神卡卡。工具处理杂事的部分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处理杂事。可以分享这个直播特效吗？可以啊。文件以及工具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些。哎，我不是有问问题吗？那我问问题全部直接剪掉，我不要留给你，你不是要上字幕？哎，什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说。就是，我不是在问他问题，那我问问题，我把它剪掉，他会直接回答，他会直接回答问题。可是如果我把我讲话那段剪掉，他就直接讲话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就不知道你问什么。哈？我就不知道你问什么。问什么？我就不知道你问什么问题啊。对啊。那就没办法上字幕。对啊，所以你还要剪吗？我只好我再自己切掉掉。靠背哦。不是，可是我前面已经用掉了。第一个问题我已经用掉了。重讲。好。全部上一步，上到最底。哎、欸，不用啦，你就剪掉。我有方法可以，你全部剪掉没关系。全部剪掉。对。那你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吗？知道。确定哦。对啊，我可以知道，我也可以不知道。素颜很好看。
素颜。没有，一定是因为特效关系。哇，很大，我躲位置会不会很多重？不会啊，只是进出有点困难而已。嗯，学妹很正，心意讲我们班要大跳女神庙，真假？天哪！心意讲不是停了吗？哪一系的心意讲？是哪一个系的心意讲？表意的还是演艺的？天哪，真假？还是我直接一起上台跳？飞天宝女神庙，仙女庙啊！我刚讲错了。Hello， 你们最近我发现大家负能量蛮多的。我觉得我的困难是蛮小的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。你在学校制作上，行政主要的工作有什么？还是我留一点点？不要。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。超爱我的，谢谢。甜片型艺人没有啦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学就是要多学一点东西。对，如果未来没有要做艺人的话，还是要有出路。文件以及工具，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处理杂。等一下，可能还会再停电一次，真假？应该不会吧？停电就好笑了，认真，什么认真？好久没看我直播，有很久吗？ C 跟 D 分区会比较会停电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C 跟 D 是什么意思？蛮小的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然后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嗯，其实这次很多都学校帮忙处理好，包括医药箱这种。什么意思？所以咖是，可能他那里的哦，所以你有把他的档案都拉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也就是处理，有时候需要看咖，咖，咖 ，Action！ 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在学校制作上，行政主要的工作有什么呢？嗯，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都帮我处理好了，我就只要处理。有时候，哎，这个荧幕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我发热贴在那发热。你看它，所以哦，这要自己调是不是？哦，那个，你跟我讲。帮我写67。Enter。抱歉哦。好了。好。我在剪片。我继续发热。好舒服哦，这个。那部影片有跟奎尼一起表演吗？哪一部影片？我前礼拜的时候有跟奎尼一起
招生，跳招生。龙威，早安。哦，电表上的英文字母 C 跟 D 是电表上的英文字母。我去看我们的，他说 C 跟 D 比较容易停电。嗯，我就看这边。今天下午，橘光原地，橘光原地，突然停电。我今天是吃饭吃到停电。其实这次很多都有学校帮忙处理好，然后呢，我也就是处理，有时候需要看它 ，action。哎，电表上你在学校字母是说哪一个？我不知道，头吧，开头吧。没有啊，开头是 number。嗯。然后是数字啊。Action。你在学校制作上，行政主要的工作有什么？会发热。嗯，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都帮我处理好，我就只要处理有时候来看台的老师们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以及帮大家订便当，然后这些小事情。我现在很想骂脏话。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其实这次很多都学校帮忙处理好，然后呢，我也就是处理，有时候需要看他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其实这次。欸，这音乐只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什么一点点？音乐吗？音乐。音乐还是怎么样？音乐。音乐怎样走？背景音乐。什么叫走一点点？它只有一小段欸。不可能。这音乐有两分钟。真假？你是被你弄爆，操！哦，这样子哦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工作取消很多吗？蛮多的。我觉得不是只有工作啊，因为很多人都有很多制作啊，而且尤其是今年的毕业生，我觉得蛮可怜的，因为毕业生会有自己的制作嘛，然后很多都是被迫取消或者是延期，就是因为制作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。花很多时间排练，所以突然被取消，心情一定都不是很好。只要处理，有时候来。
Hello， 那就默默看我工作这样子。去年就没有毕业典礼了、嗯，去年就没有了吗？我有哎、欸，太可怜了吧？去年呢、欸？我有。去年呢、欸啊？去年我们就毕业了。了。上一届毕业典礼就是我们呢。哦，是吗？我们也有啊，那我们也有哎、欸。怎样？你是大二的人？黑是起因人吗？没错，我是起因人。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都帮我处理好，我就只要主动来看台的老师，就只要主动来看台的老师。哦、嗯，这样子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在留言区聊起来？现在会后悔当初选这个职业吗？嗯，我觉得我说会后悔当初选择这个职业吗？职业？对，我说职位，职位。你说大学？现在有点跟你们对不到频哦。会，没有找到学生证哟。我觉得不会。我感觉比上次看到还要少，上次不是才前一两个礼拜而已吗？真的需要的东西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选行政就是想，不会，因为今天桃园有停电吗？我今天在基隆哦。我今天在基隆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选行政就是想学习更多有关这些的事情，学习更多有关这些。
欸，我现在点空白键没办法按删除，欸，是我的问题吗？空白键是按删除，按不是不是空白，就按空白的地方啦，不是要按删除。哦，那是系统问题，那不是。哦，好吧。今天有遇到停电，有。我今天吃饭吃到一半直接停电呢，欸，虽然我们是预料之内。未来如果还有机会，会想要再做行政吗？嗯，然后如果问，对，想再做行政吗？嗯，等一下，这很难剪。做行政吗？嗯，确定要去逢甲？有确定要去逢甲大学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要去逢甲大学啊。我为什么突然要去逢甲大学？麦当劳，我没有要转学，没有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转学？从来没有。嗯，然后如果未来没有当行政，我也是。嗯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选行政就是想学习更多有关这些的事情，然后我也真的学到。嗯。然后如果未来没有当行政，我也希望把我这次学到的东西然后交给下一位行政。靠的东西然后交给下一位行政。有想要对观众说什么吗？春萌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了，然后再来一回制作团队也在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。有想要对观众说什么？剪片好玩吗？好玩呐，啊！七月十四怎么了？我没有要转学，我真的没有要转学。那天来我们学校，圈很多粉，有吗？我觉得我那天没有到很漂亮。之前红色挑染是紫色褪色吗？不是，我紫色褪掉之后。只是退掉之后，我染粉红色。交给下一位行政。春萌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了，然后再来一回，期越来越接近了，接近了，然后。你知道有一个人超扯的，他确诊，然后他那一天从基隆到新北市，然后再到桃园，一整天，超扯的。他也是很忙。你知道他第一个行程是基隆渔港钓鱼，是多忙。Hello， 我现在素颜呐，真素颜，是这个特效太偏，真的好素。春萌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了，再来一回制作团队也。
在各个职位都。黑黑喜欢用火烤杯子，什么叫火烤杯子？有停电吗？有，有，有，这边基隆也有停电。越来越接近，再来一回制作团队。对啊，怎么办？还好我说的都是六月十一、十二在那个。你吗？我。那我后面要剪掉吗？啊，他台词什么？六月十一和十二怎样？我不会唱。希望六月十一、十二可以在南海剧场看到大家，欢迎来看戏。你把它改成六月十一、十二可以看到大家。哦，好。哎、嗯欸，你不要，你就是说。6月11、12可以在南海剧场看到大家。六月之前的说什么？一回制作团队也在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中，希望六月十一、十二可以在南海剧场看到大家，欢迎来看戏。希望可以看到大家，因为也不一定会在十一、十二。嗯，好。很简。喜欢什么头发的造型？我喜欢顺头。喜欢最近喜欢直发，每次喜欢的都不一样。你喜欢直发的？黑，我的头发很漂亮。我想要再去漂浅一点，但是因为你看我头发长很快，它上面本来耳圈染嘛，它现在已经长到耳下了。我差点拿滑鼠去滑那个手机的留言，在卷学校的骗子。你要植发是不是？嘿啊，这么老了，不知道要去植发。老友，特效不要特效，我觉得很丑哎、欸！天哪，怎么不要特效？我很喜欢自然。哎呦，这样子哦。那就去衣服全部脱掉，然后贴片叶子。没办法，现在没办法取消，因为我刚一开的时候就是有特效，好像就不想取消。好、哦，天哪！还要开多久直播？开到我把这部片剪完。把我这次学到的东西，然后交给下一位。春萌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了，再来一回制作团队也在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中，希望六月。六月十一、十二可以在南海剧场看到大家，欢迎。可以在南海剧场。啊！这样吗？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中。哦哦哦哦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再来一回制作团队也在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中。没错。希望。
这样子接的话会很怪、欸。都在认真准备中，希望看到大家。难怪我听得很好。真的吗？等一下我再用一次。哇、哦，天哪！好了，他剪完，哎、欸，没了吧？他都剪完了，怎么有？怎么有第二？怎么第三卡？那不是，那不是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或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都帮我处理好了，我就只要处理来看台的老师们需要的东西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选行政就是想学习更多有关这些事情，然后我也真的学到了很多。然后如果未来没有当行政，我也希望把我这次学到的东西然后交给下一位行政。春萌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了，再来一回制作团队也在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中，希望看到大家，欢迎来看戏。没了。要上字幕吗？废话。我现在上会影响到你等一下要上的那个吗？不会。爸。不会。不会上。你在我上次有上过那个片啊，但是你要先帮我弄那个打字的出来。OK。南海，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南海了，我们现在只能在学校的剧场演出，因为现在疫情嘛，所以那个有限制100人以下的公共场合都不可以开放什么之类的。所以我们就100人以上，然后好像他们说南海的休息室很大，所以嘞，洗完头吹干要多久？10分钟之内吧。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我在打游戏，有可能哦。打游戏打这么认真。记得吗？这一块黑色就是一句话，然后你要加就这边，然后这边是拖那个这句话的长度，然后你可以选这块黑色拖这个，你要小心不要拖到整个哦，然后这边就打字，要不要自己拍片开频道啊？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其实现在 YouTube 非常难做，而且，有啊，之前有看啊。的确，就是喜欢的人一定会看，但是，你到时候可以去看我们这边影片。之前我跟我大学同学有拍几部，一两三部吧，对吧？我跟你好像是三部。是吗？我忘了，就那个拉纸杯、蜡笔小新、蜡笔杯没了，没了，两部，那两部，什么纸杯、酒杯啊？觉得黑黑就算素颜跟开特效一样，绝对没有这回事哦，绝对没有，素颜一定会比较。他意思是说你素颜脸上会有雪饼，什么意思？素颜脸上会有哭。Hello， 上班也阻止不了看我的直播，太贴心了吧！我的项链很，线动项链没，就是赶快去找那个，嗨灰灰，是汉汉吗？汉汉你在干嘛？汉汉
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。充电器是，哎、欸，你可以，上面是，嗯，手机没电，帮你充住。帮我，嗯，你帮我拿线，我现在在。在房间。很远。老。汉汉最近还好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。他说：“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困难蛮……要是你的鞋子吗？不要。那你不丢掉？我觉得我的困难。”都蛮小的，我觉得我的困难，哎，我放了，但是它没有在荧幕上显示啊。天哪，我跟你讲，最近很忙，最近一点点，但就是工作、学校都要兼顾。我来，先。给我打。I'm sorry。坐过去吗？坐那边。好想认识嘿嘿。好啊。好啊。还是我没有投进去。有啦。总是会这样。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。反正我觉得，如果想要看到 GF 的话，就请你的学校赶快邀请我们去去唱校演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咯。跟大学同学一起住。你好，细菌人。讯号不好。为什么会有黑底啊？
就为什么？我在教学校邀一次，非常棒，就是需要你这种。你是班年会会长，因为我之前很想要请我们母校起因找我们回去，但是没钱啊，他们没钱。最近应该很难吧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嘛。对，为什么艺名叫黑黑？因为我之前真的很黑，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发一个问。嗯，你看抗议了，我等一下就发一个我真的很黑的照片，是真的黑到爆的那种。那只想看到怎么办？只想看到我，那就看直播。邀请却要限制100人，其实现在连100人以下都有点难，应该好像都有点难。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。学生会那场活动跟学生会没关系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还不错哎，因为其实校唱我们也才接几场而已，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。这样子又是有时候，
晚餐吃了哟，在做剪片的工作。我的 vlog 什么时候上架？我的 vlog 很早就发，很早就上了哦，大概是4月的时候吧，是吗？万圣节的避孕装好可爱，不过很热吧？其实还好哎。怎么会这样？有时候我要准备。我觉得我的困难蛮小的，就只有有时候要。好喜欢听打键盘的声音，不是我剪的哦，我的 vlog 不是我剪的。有问有机会，什么意思？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。哎，弟弟，我卡关，他直接一直不让我上，哎，快生气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他我，天哪！就他不让我那个啊，那我打了，然后他这里不会，这可以直接关掉对不对？不行啊，为什么可以？好，反正，那我都没有看到。有时候要准备，他这个一直出不了，我不知道什么。哪里出不了？这个啊，这一段啊，是我的问题。这一段在哪里？这一段名就是这个。然后下一个啊。下一个加在哪里？加在这里啊。我没看到。是我打了，然后没有上去的意思。
吗？还是他在前面？没有，反正就是这样嘛。哦，这样子啦。后面就会有。OK 啊。嗯。在干嘛？我在 Hello。有些大学弟在一些大医院里面有筛检到
瘦好多，我觉得你们太夸张，我觉得我都长得一样。你有听到吗？有啊，害我不敢搭火车。我要穿衣服了。幸好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自己嗯，嗨，关宝贝。工具后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都帮我处理好。什么意思哈、啊？我就问你，一直喷呢、欸。好又会湿掉，白痴哦！哪会？那只是因为酒精会凉凉的。好美！好可怕，我不想做男子啊！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要帮我处理想要看我化妆的影片，天哪！我真的我化妆都乱化，我觉得你们会生气，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不会我不打底妆，我就是我今天才去买了我人生中第一罐粉底液，因为我真的是我是一个很懒的女生，我可以化妆，但我很懒的卸妆，然后我底妆也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。我流汗，我就会用衣服擦的那种人，超脏超懒，就是这样拿着面包这样擦，而且我又很会流汗，所以我超讨厌上底妆，然后我会这样子，然后跳舞又很常流汗，我真的是哦超级讨厌。然后呢，我就只现在的话，我现在就是用它，我应该是素颜霜还是隔离之类的，就先上，然后再直接拍蜜粉完成。我化妆都乱化，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然后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要帮我处理，我就只要处理。我现在在基隆读书。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要帮我处理，就只要处理来看你们的老师们需要的东西。嗯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。
有关这些事情。大家都吃饭了吧？现在几点？九点半，应该都吃了吧？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吃饭了哟，你们吃饱了吗？很久都没看你们发新专辑了，只要多关注我们，关注我们就对了。好，下一位。做团队也
对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。最近真的正能量哎、欸！我快结束了，我快可以跟你们聊天了。有些他字会比较往上、啊，那我用好了，确认一次。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，你往上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，已经就是他可能字都在这，然后会突然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就是因为你按到 Enter， 它下面多了一行。有吗？好，帮我检查一次。对，人要走光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我等下就要关了，因为工作也做完了。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，就只有时候。好，带去吃饭吧。去吃饭吧，去吃饭吧，不要看我这无聊的直播。拜拜。我弄了一个多小时，这直播好无聊哦！天啊，超没意义的。我怎么会干这种没意义的事情？我整个人就超没意义的。好，你们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。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的，就只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然后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。现在才知道，你说现在才知道这个直播非常没有意义吗？下次直播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可能我高兴的时候。有时候要准备一些。这
开多久？开了七十几分，快八十几分钟。为什么他们不能贴在，直接贴在皮肤上？因为困难度好小，他们就只有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然后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亚娜，我就只要处理来看台的老师们需要的东西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选行政就是想学习更多有关这些事情，然后我也真的学到很多。然后如果未来没有当行政，我也希望把我这次学到的东西然后交给下一位行政。春龙的日期越来越接近了，再来议会制作团队也在各个职位都在认真准备中，希望看到大家。你看你看，你就看这句就好。你好这里，希望看到大家。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这里是不是多一行？哦哦，这样子哦，啊啊！我以为你说我上面有，抱歉，好，是我的问题。非常是我的问题。下学期给我重修剪辑。不是因为，好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我这学期有修一门课叫做什么影视录音与剪辑，影视录音与剪辑是吗？录音与剪辑，然后我完全没有去上，我只上过两堂。那我连外收都不敢叫，操他妈的！嘴巴放干净一次。我觉得我的困难都蛮小。有时候要准备一些文件以及工具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完全没去上课。你上哪里？工具，然后比较处理杂事的部分，比如说要准备订便当，然后医药箱这种。我觉得这次很多事情学校，我好，帮我存档，好，帮我自己存。看他们家 safe， 他们家 S， 好了，就好了啊，拜拜。我工作结束了，各位宝宝们，我为什么手机一直没有充到电？还是我不是开直播跟充的关系。你要不要学凤梨叔叔直播？怎样要学凤梨叔叔直播？很多台语。我不会要讲台语。然后很多脏话。我拿到了。我这一半也没有去上课，你这个高中生还不给我去上课，好坏哦！好啦，就这样子，非常一个无意义的直播，还要教大家陪我工作，就这样吧。非常抱歉，我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。我现在就这样直播八十几分钟，好扯。你帮我开一下我的直播。拜托。干，这么小啊。因为好像会 delay 啊。
我现在在干嘛？我上礼拜没干嘛。